Hello， 同学你好，我能坐这儿吗？你坐。你还没放假回去吗？啊，我不是你们学校，我早放假了。那你今天是来？我是来找我朋友的，就是他今天放假，让我来帮他扛行李。你这朋友真是好啊，你扛得动吗？你这么瘦。我力气超大的，好吗？你看。特别有肌肉。OK， 这样子的，那个我是抓学生拍照的，我给很多我们学校人拍过照片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是吧？你同学应该看过，我在我们学校还是蛮多学生知道我的。哦，我这个等我朋友，那我问一下他要多久可以？啊，可以，你问一下，你问。舒婷，你好了没有啊？我马上到了。我刚刚在你们学校这遇到一个叫什么游客东东的，你知道他吗？他说要找我拍照。是我们老师，他拍的很好，我可以给他发一下。那东东去找你们吧，你给我个定位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等下发给你啊。那我们先去拍一会儿吧，好吧？你看我，来个。一些擦肩，三九五都穿了千年大店，不翻也字典，擦什么字？